近日，搜狐视频在深夜发现了素颜的景田，穿着长款风衣、高跟鞋的他站在街边打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一辆丰田汽车开来，景田随即坐上车返回公寓。这辆车报价在60-70万左右，可见景田出入行头颇为富贵。紧接着一天深夜，景田又出现在丽思卡尔顿酒店门口，素颜的他穿着香奈儿的新款成衣，夹着红色包包，和一男一女两位友人站在门口大声说笑。他们挥手和开着一辆豪车的帅男告别。从几人的装束来看，皆是精英人士，想必能成为景田演艺事业的重要推手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